大家好，我是夏云 Julia 夏，欢迎收听善良的一刻 One Kind Moment， 由执行制片人布鲁斯·韦恩·麦高伦 Bruce Wayne McCollum 创建的播客，在比心碎的速度更快的60秒之内，我们分享灵感，帮助您创建一个更友善、更温和的世界。我们相信，善良需要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理念。因此，我们制作了这个节目，每天为您的生活海洋增添一滴甜蜜的美好。享受这一刻，挺直肩膀，向后站直，就是睁大眼睛接受生命的可怕责任。这意味着决定自愿将潜在的混乱转变为有秩序的现实。这意味着承担起自觉脆弱的重量，并接受童年无意识天堂的终结。在那里，有限和死亡只是模糊的理解。乔丹·彼得森。挺直肩膀，向后站立，是个人领导力的绝佳象征。这是一种尊严的姿态，一种值得尊重的品质。对我的生活负责，是一个缓慢的动作，跨越那条看不见的童年界限，最终踏入成年期。一句善言，是确定地知道我们的立场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与我们保持联系，让我们一起有个小小的内心微笑和一颗充满希望的心。回头见。